全龙啦啦队的韩景女神吕敦慧9月29号结束最终场应援表演，成为了本球季的最后一舞。不过话题热度依旧不减，她日前在社群晒出多张生活美照，其中一张光脚踩飞机椅的照片却遭网友酸不 OK。吕敦慧穿着白色背心和长裤，整个人缩在椅子上，摆出嘟嘴俏皮表情，看起来非常可爱，却因为光脚踩椅子照片引发热议。有网友在 PTT 以吕敦慧在飞机上抬起大脚丫，你真的 OK 为题，认为吕敦慧每天的工作不外乎是练舞或跳啦啦队，脚的活动量应该不少，蹦蹦跳跳一整天，上了飞机还光脚踩椅子，好像不太 OK， 质疑观感不佳。贴文曝光后，立即掀起两派网友留言讨论，有人认为这是商务舱，要怎么踩都没关系，不要踩在前座的椅背上就 OK 啊。还有人直言，到底关你屁事？但也有网友对此行为不以为然，要是台女早就被骂死了。